加拿大活龙虾浸到蔬菜勾汤，滚煮八分钟，扎实锁住龙虾鲜甜水分。不用打扰一下哦，帮您服务一下，这是我们的龙虾加菲力。龙虾菲力一次满足军品，不止端出高级食材抢客，也早在年中推广尾牙春酒。随着疫情趋缓，现在已经接到超过200单，对手不遑多让。一公斤重进口龙虾，加上满满鲍鱼，16寸大的海鲜米糕超澎湃。为了抢攻这波尾牙商机，精华大放送，只要下定每桌18800元的尾牙，桌桌赠送海鲜米糕，果真吸引老饕。5、6日几乎全满，天成集团5、6日也有80%满，韩生爱美则是主打平日3桌就可以开桌，假日同样也早就被订光。业者估计，今年尾牙业绩将比前两年成长1到2成。五月起收到各大企业的尾牙定位，那平均会有10到20通的电话在每日的来电询问尾牙，目前的定位已经达到60%，那预计会成长整个餐饮的整体业绩1到2成。尾牙订单回来了，业者观察有3大趋势，不少公司提前举办，以免疫情年底又升温，而且桌数也增加不少，预算高的顾客也能接受不同场地，让活动更多元。部门型的小型尾牙，我们自助餐厅还有像中餐厅跟西餐厅的询问度也非常的高。前两年吃不到的尾牙，今年要吃好吃满，也让需求大爆发，饭店业者磨刀霍霍迎战尾牙商机。继续有观众欧启斌采访报道。